大家好，我是刘俊。还挺好的，我昨天晚上临时抱了一下佛脚，打了几局。今天的状态怎么样？我们待会儿查看见吧。那当然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获胜的，我会为我们红方加油。哪来的仙女？她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？这不是在录节目吗？是吧？武则天，今天我要搬你英雄了。那我也搬，别以为我没去偷看你常玩什么英雄，就搬你。11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谢谢。我觉得只能及格吧，是还行，尽力了吧。哎呦，太多了。这个第一把就是我们最后三把里面第一把，然后夕阳同学啊，就一直在旁边，让我教我怎么压塔、推兵线，赶紧推兵线。清完兵之后就去压塔，学了挺多的，对线方面的技巧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对手确实大家都挺强的吧，可能，哎，我这个中单拖了后腿，不过没关系嘛，这个比赛就输赢就是经常有的事，就跟大家开心就好了。对，在王者峡谷里面开心最重要。私下的话，我如果拍戏休息的话就健身，然后看电影或者去做盲人推拿。之前600万的时候已经放出大招了，也没得拖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单排，因为如果双排的话，自己玩的不好，看看队友，其实心里面挺过意不去的。而且我也是比较这个在乎在游戏里面在乎输赢的这种人，就所以单排。如果是啊，其实我有如果有朋友拉我，圈内圈外我都会跟他们一起玩，只要有时间的话，都玩过。在大学里面我在大学玩的还比较不错，小骄傲一下，就是当时有个高校排行榜我是第一。我可能会去经商，要么开个网吧，要么开个餐饮馆。我之前我上一部戏拍戏，我们在那个广东拍的，我很喜欢吃鱼粉，我开玩笑说我会可能会开一个鱼粉店。可能还是原彻吧，因为经历的时间最长的，包括正戏和番外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半年都在那个角色上面。小丑，然后还有叫一部电影叫《爆裂鼓手》，里面的那个老师和学生都很精彩，就很精彩，想饰演这种人物个性非常鲜明、反差极大的角色。只要是我们 KPL 的战队，我都喜欢。拜拜，辛苦了。拜拜拜拜，下次再见。